们是谁啊？当今武林有武盟统领，以正阳宫为首，四大门派并列其后。这几个就是掌门。山水渡宗主文思渊，小宗掌门连其山，朝暮阁掌门寇素白，幕府掌门木修。坐在中间的便是我的师父，武盟盟主，正阳宫掌教金虚真人。有请武盟盟主。诸位英雄，武盟十载励精图治，欣欣向荣，蔚为大观。大丈夫生于世，当提三尺剑，立不世功。此次齐聚于江，召开世剑大会，为的就是在武盟中寻找头角峥嵘、青出于蓝的新秀。榜上有名者，星火传递，未来继承武盟指日可待。首徒沈曼青宣布事件规则。本次事件大会共32个门派参加，每门每派皆一人出战，事件切磋，点到为止，胜者晋级。比试中只许使用本门武功，违规者取消比试资格。事件大会正式开始。第一场，幕府沐英，事件山水渡廖飞岩。幕府沐英，请廖兄赐教。不敢，穆兄，请。事件大会鱼龙混杂，但揭幕一战，都会由当年有望问鼎的高手出战。幕府穆师兄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么说，他就是这个大会上最厉害的。放眼这32人，能与穆师兄交战并且不落下风的，恐怕就只剩一个人了。谁啊？我？那不一定，还有我呢。胜者，幕府沐英。若非刚才跳下去，
穆兄这一刀，在下恐怕非死即伤。廖兄多虑了，穆英自有分寸。穆兄武艺高强，在下甘拜下风。承让。下一场，神火堂秦钟事件，飞鹰门未有到。师姐，大部分参赛弟子都到了，只有一个未到。谁？燕湖帮的，叫胡西。知道了，去吧。燕湖帮的应该没有人认识。睡吧。哎，刚刚在门口那个乞丐嘴里念叨的诗，你听过没有？那是当年山水渡的宗主百吉老人写下点评天下九大高手的诗。九大高手？千里孤鹰万念灰，燃灯妙手归鸿坠，百鸡山水方外鬼，青离枯山天都魁。这指的就是当时的九大高手。木修掌门和我师父金虚真人便是其中的万念灰和枯山剑。那其他人呢？百鸡山水百鸡老人已先去多年，方外鬼鬼神医必是方外骨，燃灯谢离归隐玉川乌尔寨，千里孤鹰孙思若十年前就音讯不明，归鸿刀上官苦也早就不在了。青离呢？青离枯山天都魁。青离便是青离剑苏玄。这个人不提也罢。苏玄就是上次你和我说被赵阳公逐出师门的那个人。神火堂秦钟盛，他杀了我师祖。下一场，凤凰门朱燕事件，招募阁袁莹莹。人家可是个小姑娘，你悠着点。在我们那儿，姑娘可比男人凶多了。我就说刚才那确实叫一场。麻烦腾个位置。多谢多谢。别着急，就快了。哎，那不是朱燕吗？她怎么跑台上去了？招募阁袁莹莹，凤凰门朱燕。学人功夫算什么好汉？我是朱燕，不是好汉。世界大会要用本门功夫，否则便无资格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们凤凰门的功夫就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怎么你不知道？记住了，姐姐，我叫朱燕，不叫好汉。胜者，凤凰门朱燕。可以，娘，那可是招募阁首徒。王上元事件，黑水派莫问生。我当是哪里来的野小子？原来是长歌的朋友。玉骨。师兄，师兄，此少年是长歌下山时认识的朋友，据说救过长歌，是凤凰门的人。我挨不住长歌的央求，所以
就给了他一个试剑的名额。你们也太宠着这些孩子了。长哥天分虽高，但年少轻狂，苦练不够，要多加约束才是。是。不过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倘若他真的赢了，这也说明我们各大门派固步自封，英才凋零。盟主，这转眼间，我等结盟已经有十载了。这眼看着新一轮的武盟大会选举在即，不知道盟主，您是如何打算的？大家都翘首以待呢。此事也不应由我全权决定，听听大家的意见。都十年了，大家还如此谦让啊！当今武林，太平无事，如日中天，全凭盟主主持有方啊！未来十年，还是要靠盟主您多多操持才是啊！大家觉得呢？那是自然。谁当盟主我不管，此番来渔江，我只想问盟主一件事：当初结盟的时候，盟主答应的爽快，帮我招募阁灭了血翼神教，拿回那半本秘籍，如今却言而无信，次次阻拦。我想问，这又怎么说？寇掌门，大家好容易安生了一些年，你们招募阁跟血翼神教本来已经两不相干了，何必再起事端呢？更何况还牵扯到了别门别派。身为盟主，当以武林安危为重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不愿看到你们门派争斗，更别说与邪教的血雨腥风了。既然我还坐在这盟主这个位置上，寇掌门，你应当明白我的苦衷。盟主所言极是，江湖太平才是众望所归。圣者，清水堂王上元。师兄，这个小孩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跟长哥称兄道弟，想必心中无愧。妄图盗取何月白的人应该还藏在暗处。无妨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你这样戴着面纱反而引人注目，就应该像白墨那样吃吃馒头。别忘了，我们是来看戏的。小宗楚天江事件，燕湖帮获悉。阁下这是何意？放心吧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手无寸铁。楚天江作为小宗首徒，一招一式竟然都被他看了出来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
白刃。有意思，中禁武林果真卧虎藏龙。燕湖帮霍希胜，依我看他比那个沐英厉害。楚天江虽然天赋平平，但终是乔宗嫡传，竟被如此戏耍。这个人或许他的功力真的在我和沐英师兄之上，真想跟他来一架。此人之前名望如何？无名小辈。一个无名小辈怎么会有如此功力？此人不简单，查清楚他的底细。是。正阳宫燕长歌，是见凌风派李大洋。燕长歌上。诗的胜者分别是正阳宫音长歌、幕府沐英、凤凰门朱燕、燕湖帮霍希，请四位少侠抽签决定明日对擂。我来。幕府沐英对战燕湖帮霍希。传的穿云破海
果然名不虚传呢。真人过誉了，可惜银儿火候未到，否则这一招便分出胜负了。沐英这是要破釜沉舟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自己也受了内伤，这样打下去他会越伤越重，局势也要变了。再打下去的话，或许还是能赢。盟主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回事？圣剑在握。现在你放心了吧？昨夜还凶我。圣哲。雁湖帮获悉。是啊，厉害，这确实是。慢着，穆师公，师父唤我何事？将此物送给幕府宁木莲师姑。这是什么？听说他一直在寻找这根琴弦，恰好被我得到，你送给他。他不是雁湖帮的霍希，他是我等了十年的那个人。千里孤鹰，孙思若。孙思若，他不是在十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吗？害他苦等十年，今日你竟还敢冒充他人到世剑大会上招摇撞骗。昔日欺我至亲，今日
伤我爱徒。今天我要为武林除害。莲儿，这十年来我每天师兄，莲儿，这个人交给我吧。莲儿，他可是你打算易容成别人，赢了贺伟白就走吗？然后继续躲躲藏藏，苟且偷生一辈子吗？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？不必费心杀我，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能在死之前再见到你，我知足了。我来只是为了来见你。原来鬼童子千方百计恢复真身是为了这段情债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恢复真身会缩短他的寿命，他只有几日可活了。与神唯有一愿，便是与你再次相见。他就是鬼童子，杀人无数，还敢在此挑人离色？此人只能我来杀。莲儿，让开。走。让开。给我打死！玉骨在，何伟白，去给穆师之疗伤。是。
混入贼人，伤我武蒙残军，幕府又与我正阳宫渊源已久，诸位割爱，这贺伟白就给牧师之疗伤用了。别动，曹操，他要给沐英，另有宝物送他，不是为了救沐英，只是为了引你出去。那如何？尾巴留下，来者何人？我要贺尾白。他要干嘛？哎，再等等，你现在上去便也只能添乱。他们知道这里，随后就会跟来。随我来。海山，师兄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身形就是那天晚上在苍真阁盗药的人。嗯，你凭什么要贺伟白？方才他受的伤根本就不用贺伟白来医治，这贺伟白本就是事件大会的头筹，凭本事来取。如有不服，上来跟我对战便是。你何门何派？报上名来。无门无派就不能凭本事来取贺伟白？你无门无派，本就不在事件榜名单之上，没有比试资格。总之，贺伟白，我要定了。一寸相思。报上名来。他是我的人。穆少侠的伤我能治，贺伟白这么珍贵，用他可惜了。左心慈，这位公子，这里是事件大会。知道是事件大会，所以才来。贺伟白是我要的，他帮我做事，若是言行触犯了盟主，还望海涵。
方外谷向来玄乎，不在意门派纷争，却也不是好欺负。你抓了他，就是跟方外谷不对付。你是方外谷的人？在下方外谷少谷主左青瓷。这就有趣了。方才修长老告诉我，此女便是那夜藏真阁盗药之人。那么盗药之事，不抓他，抓你。一个方外谷的少谷主，还是值些钱。你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真人问我是何人，我便告诉真人，我是苏云洛，家师正室剑魔苏玄。苏玄，对，就是他。只要在事件大会拔得头筹，就能得到贺伟白，这是你说的。你是正阳宫门徒，没有掌教的允许，哪有资格站在这儿？我自愿脱离正阳，以苏云洛之名参加，不用正阳宫一招一式。你刚才也看见了吧，这苏玄独门剑法不差天道九式一丝一毫吧。荒唐，你用的虽然是他的独门剑法，但依旧有天道九式融入其中。你的武学功底全然出自正阳，就算给你三个月时间，也不可能抛开正阳心法。我不需要三个月，一日之后我连这苏玄独门剑法也不用，让你看着正阳剑法败在我手下。大言不惭，掌教不必理会他。齐州打他，盟主怕了也不奇怪，毕竟当初他也是苏玄的手下败将。你师父乃世师孽徒，对你管教无纲。我本欲将你带回正阳，令你剑阁重塑，既然你不屑做正阳之徒，我也不勉强。众所周知，正阳宫在整个武林是最讲规矩的，不是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判处师门者必须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你不是要一日后再来吗？没错，一日之后我连正阳宫的一招一式都不用，娶你贺为白。那么明日此时，在座的诸位自会见证。赢了，贺为白就是我的。你走可以，他留下。去飞宅找孙思荣。幕府少侠幕英伤势过重，无法参赛，幕府退出事件大会。师兄，到处都找不到曼青。正阳宫阴长歌事件，凤凰门朱燕。Yeah.
阳宫，殷长歌胜。阿燕，你还好吧？左青瓷在哪儿？一日已过，代价到底是什么？正阳门规，叛离师门者，须接正阳三掌。好，我愿接三掌。魔头之徒，狂妄自大。海山，师兄，门规处置。是。班长，再来。最后一掌，我来。云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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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刀两断。云乐，云乐，你不能再打了，云乐，云乐，云乐。再想别的办法，你不能再打了，云乐，云乐，不要打了，云乐，你不能再打了，云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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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再打了，云乐。三长已故，我现在是否可以比试？方才因唱歌胜，你的对手便是他。若你赢了，贺伟白归你，绝不食言。好。伤这么重，怎么打呀？魔头伤得不轻，怎么凑上来？玉骨，拿青离剑。长歌，接剑。这是正阳宫藏真阁的剑，徒儿不敢。拔剑！记住，要对得起正阳宫的剑。是，徒儿定不负所望。你手中的剑是我师父的剑，你也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贺伟白是我的了。玉骨，
我也要带走。贺伟白归你，此人要留下。以你的首徒，一换一。保你是为了换我，他能好吗？能。何伟白呢？他拿到了，但受了三掌，是脱离正阳宫的代价。三掌？难道不应该吗？你师父杀了师祖，而你骗了我和长歌这么久。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你是石头做的吗？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这样就不疼了啊。来，文宗主。左兄，这是什么？去五耳寨的地图。伤成这样，哪儿都不去，回方外谷。倘若想知道西兰星夜的下落，便只能去这五耳寨，找一个叫谢离的人。我死都要去五耳寨，我要西兰星夜。若要去，时间不等人。那好，那我只能给你时针了。
但是金针所卖也不过是一时，这一路上我还需要跟你要玉，而且你不能动武，一点都不行。你若听我的，我便带你去。这次是我们对不住沈姑娘，你打算如何向她交代？我对不住她，也不是这一两回了。日后找个机会，让她讨回来便是。记住，这张地图，万不可落入任何人之手。路上小心。师傅，我们什么时候启程？立刻出发。啊，好。师傅，他怎么样了？药浴算是起了些作用，现在睡得很沉，我们到前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师傅，你竟然笑得出来。你也得高兴，你很快就要有师娘了。师娘？苏云露？直呼师娘名讳是大不敬。奔波了一天，你师娘的身子怕是受不住了。可这一天里还一直有人跟踪我们，得想法子甩开他们才行。既然他们没露面，就说明他们只是想跟着。我们小心点便好，等到了乌尔寨，应该会有人来接应我们。嗯。乌尔寨远离江湖，隐居世外，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只盼望谢离前辈能够医治好云落，我便安心了。走吧。师兄，情况怎么样？我们派出去的人都被杀了，目前还不知道是何人下的手。一定要查出来是谁杀了我们的人。是，我已经安排人继续追查下去了。还有一事，长歌还是没有找到。继续寻找长歌。是。哎，这离玉江越来越远了，你到底要去哪？我不知道。你不回张公？师父把青离剑给了我，但是我让他丢人了。这不就是输了场比试，我也输给你了呀、啊，这不一样。你呢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也还没想好，本来是想来看看中境的江湖，可谁知道，真正见到了，才发现他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是啊，经过这几天，他和我想的也不太一样了。忽然想回西南看看了。跳跃节快到了，也不知道师傅怎么样了。哎，你要不跟我回西南吧？西南？啊，西南哪里啊？血液神外面的一个小村子里。你是血液神教的人？当然不了，血液神教是血液神教，我是我。在我们村子里也有很多很厉害的高手，我要去见那驼师傅，就是从小教我功夫的高手。等你去了，我让他教你两招。走吧，就去找你师父吧。走。
谁？是我，叫什么呀？你别进来。我是郎中，医者父母心，你防着我干嘛呀？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把你眼睛给你挖出来。我不信，我进去了啊。别，你别进来。骗你呢，瞧把你吓的。我是干时辰到了，过来换你的。怎么了？好了吗？好了。蠢笨飞贼，流氓郎主。方才我是拜托山中村妇帮你脱衣药浴的，你想些什么呢？郎中给你把把脉。怎么样了？你呀，是得了容易紧张的病。这个病，应该只有我能看了吧？三钱开心，两钱无忧，一钱左郎中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到底怎么样了？只要你好好听话，按时服药，多看看左郎中，撑到五耳寨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目前我尚能保住你的心脉，等见到谢离前辈，他若肯用内力帮你打通阻塞的经络，便可无虞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到五耳寨？大约明日。到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等你伤好了，同我去看一场烟花可好？玉，怎么回事啊？看来离五耳寨不远了。既然他号称避世，就不会让我们轻易找到，这雾便是第一道阻碍。那怎么办啊？跟着铃声走。走，就。像又回来了。这迷雾定是个阵法，连寻香雀都迷路了。这五耳寨果然邪门，强行闯入的话
怕是有埋伏，在此蹲守，不信他不出来。是。来我乌尔寨是为了躲避仇家呢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左某此番前来是有要事求助谢离前辈，还请诸位通报一声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就是谢离。你胡说，谢离是闻名武林的前辈，怎么会是你这个黄毛丫头？嗯，谢姑娘如此兴师动众的接待我等，深感荣幸，只是不知令尊谢离前辈可否知晓啊？你怎么知道谢离是我？好了好了，我来安置他们。你既能来到乌尔寨，又能猜出我是谢离的女儿，又怎会不知道我爹爹不见外人啊？这就得靠谢姑娘了。我左某恳请谢姑娘帮忙请见谢离前辈，我这位朋友身受重伤，再拖下去怕是难以痊愈，所以还需要谢前辈内力相助。谢姑娘机敏聪慧，也定是菩萨心肠，还希望姑娘能体恤左某的一片赤诚，左某将感激不尽。若不是有人提前通了消息，我才不会让你们入寨子。这样，你们且住下吧，随我来。女的住这里就好了，多谢。你们俩的房间在隔壁。谢姑娘。嗯。小小礼物不成敬意，还希望谢姑娘收下。我叫谢坚二，叫我骄傲就好了。
师傅，你怎么就知道那位江二姑娘就是谢离的女儿？你看她衣着虽然不华丽，但颇为讲究，行事作风自成一派，自然不是一般的姑娘家。她小小年纪便带着寨中高手前来阻止，还敢随意冒充谢离，想必是寨中的重要人物，而且跟谢离关系密切。我随意一猜，果然被我猜中。师傅，你好厉害啊！嗯，师傅，你画什么呢？本来打算送给云落的折扇拿去讨了人情，我便画一幅更好的给他。只不过这手中没了折扇，这画儿不知道该放哪里好。师傅心里啊，就只有师娘，都不关心我。我以前关心过你吗？等云落伤好了之后，我便带你们离开这里，逃离纷乱是非，行医济世，踏马天下，好不快活。人家都不肯带我们去见寨主，你怎么就知道能治好苏姑娘？放心吧，总会有办法的。禀侯爷，沈大人到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属下参见侯爷。说。拓州那边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靖安侯与谷子私通的信件已经找人写好，跟靖安侯的字体一模一样，不会有问题。起来。谢侯爷。这次的差事，你和吕寿办的都不错。这明日朝堂之上，我倒要看看圣上还能怎么样保住这个颜玉。侯爷，嗯，还有一事。杨环派人来报，靖安侯的儿子颜直已经找到了，就在玉川。中都来，是让他们一家人好好的团聚团聚，这诏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。